那我就欺负到你，到招人头为止。关了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是你吗？可是你不当官了，那你还能干什么？你不是和我说过，我可以继续写公安话本吗？我那就是鼓励你一下。我当真了？那咱俩可就是同行啊！不仅是同行，而且是同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要走遍天下大好河山，听遍天下奇门异事吗？我跟你一起。此话当真？其实这几日啊，我一直在考虑跟你一起商量的事情。如今朝廷已经不需要我暗中推行改革，我便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做，那就是陪着你。你不是心血来潮吧？你会不会反悔啊？我对当今圣上都把话说绝了，难道还能反悔吗？可是老夫人怎么办？带着她一起啊。他那么喜欢你，一定会满意我们的安排。难道你不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啊，招人疼多了。那我还是习惯招人厌。隔着千山万海，带月月，只为相见赴宴染，珠帘卷，与君相。那我就欺负到你，到招人头为止。山野流光般皎洁，月淡星稀。你说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好呢？去一个林间吧。林间去哪里？就是一个。